今天把这冲锋衣的内胆给拿掉了。今天外面有点下雨了，我刚好这个防水。这边好奇怪的，就是很少人打雨伞，你知道吗？搞得我也不好意思打，我就帽子一戴搞定。买这三瓶吧。嗯，得2.95一瓶，刚我们家洗手液快用完了。这衣服一下就干掉了，刚还湿的。圣诞的气氛好浓啊！进来一下卖餐具的店，好漂亮。哦，好可爱。房间有的，我们家那个用的是干丝的。你这个也是房间？这可能要放洗碗机里洗，不好洗。家这种珐琅锅里面一直都是买的是白色的，但是我今年想看看有没有减价买个黑色的黑珐琅。我们家那个不是很好用，这个不知道会不会好用一点。防烫夹感觉有点不是那么服帖。太阳海鲜饭的锅子，哦，它原来下面底部还有孔的，可以烫煎饼果子的。小宝一人买了一件，我买的黑色的，小宝买的是这款白色的。母女一人买了一件，漂亮，好梦幻，是不是？我们逛哪一家店好呢？跟着小宝出来，全都是逛年纪轻的小朋友的店。哪个是我的？这我的吗 ？OK。来扣去逛一下，好久没逛过了，挺多人背这一款的。我刚刚试背了一下，背起来还不错。我前几年买过他们家一件羽绒服，现在都穿不上了，主要是我现在人太胖了。之前才网上看过的一个黑的一个白的，他刚刚跟我们说今天开始打折。你们觉得黑色好看还是白色好看？我们买了一个那个黑色的，这放在圣诞树上面吗？来超市买点菜，牛肉准备炒洋葱吃，鸡翅膀被晒起来吃。弟弟说想吃沙拉，再来包橘子。我们家洗衣液也没有了，哎呦我天哪！啊，用纸也没了。牛奶也没了，过节了，给小朋友们来一点喜欢的东西，让他们高兴高兴。这是我们第一次买这款小，这款小笼包在我们这儿第一次看见，买过来试一下。给婆婆买一罐咖啡，来两罐吧，我们自己也来一罐。小朋友们喜欢吃的意面，来一下。各种形状都来一点。小朋友喜欢吃的零食。我们家安妮今天出门前还叮嘱我买。结账。消费255。
刚那个三包鸡翅我全部倒进来了，用这个高温度白酒把它腌一下。怎么一点都不担心我的你？爸爸，爸爸，他到楼上去学习去了。我这个牛腰部内侧肉，这个部位的牛肉用来炒呢是最嫩的了。今天只是简单调味了一下，这一盆可以吃好几顿了。我到时候一份一份的分好，最后到底也要分一下，搞定。上次我自己晒的这个咸肉，我来吊摊。一起烧，还有晒的这个虾干。家最近就是天天一锅炖的。啊？然后我等一下腌。今天汤好鲜哦，烫到了，豆腐烫。又到集市来买菜，全部拿走，还1块钱一盒。这个蓝苹果呢是随便装的，6块钱。我们刚刚赚少了，又给了我们两个，那么多，30块。太多吃不完，它两个味道不一样的，你们俩吃一盒吧。这个菜原来是这样子长的，好可爱哟。这个是那个卷心菜，小的卷心菜。平时我们看到都是一个一个的，都不是这么一串的。个7.49，我不知道怎么样啊。三宝要吃的这个 butter 在这里，这都是孩子的要吃的。我打算那个黄桃做那个叫啥蛋挞，做蛋挞，黄桃蛋挞。买两瓶盐，给他们小朋友带饭。那小宝呢？给你。巧克力啊，这边用的，那随便你吧，买就买咯。耶，那我要去试试。快点去吧，好，走吧，走了走了走了，你买这么多，没有用我。刚刚跟小宝说，我们家冰箱都放不下了。小宝说没事，妈妈我把它吃掉。好好笑。今天他们给了我好多苹果啊，因为他们要收摊了。苹果就酸酸甜甜的口感是我们喜欢的。哎，我们这次的苹果好合算哦，12块钱买了好多，装得满满的。跟小宝两个人来过来黑五彩点。这件衣服也挺漂亮的，质感很好。陪他呢就是先把衣服看好，到时候黑五的时候直接就在网上下单。